农场待了多长时间？待了十几年了，他们都是我们当时那个年代伙伴吧，我们一起爬桑树啊，一起在那边的啊一帮小伙伴玩。20多年我们没有摸音乐了，为了参加达人秀，我们这几个 team 又聚在一起了。开始你们的表演。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，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，你的眼睛的太阳更明亮，永远照耀在我的心上。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吗，我仿佛听见你在歌唱，你的歌声多么温柔悠扬，永远照耀在我的心上。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，为何离别的这好，出去。你们三位这个组合是相当特别的，就是我觉得有点残缺了。对对，是啊，我你们并没有一个 keyboard 手。以前弹键盘的是一位很贤淑的一位小姑娘吧，她就在去年得了一场重病，就是癌症。她就是我的妻子，这首歌也是送给我在天上的妻子吧。曾经我的妻子她是弹键盘的，我们一起玩一起唱的就是这首红河谷，我一定要把她想尽办法把他们找到，20多年了，把他们找到以后，然后把这首歌表达出来。我要告诉我的妻子， You were in my heart, I love you forever, 永远在我的心里面。小英，我非常喜欢达人秀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其他节目没有，是很多人回到这里，让时光倒流，回到自己最年少，认为我们一切梦想都能实现，可出了社会开始磨掉磨掉磨掉，然后在一场亲人的离开之后，我们又想起了那个梦。我觉得你让我们觉得做达人秀很有意义。谢谢了。如果是要唱那段时光的话，你觉得什么歌最能代表？如果今天我真有机会的话呢，我就想唱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歌。再唱一首歌给老婆听。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地和，你我为了理想历经了艰苦，我们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，但愿你还记得，永远的记着，我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。朱俊逸，开始动。那我想在这个音乐的结构上，您是需要再有一个更完整的结构。谢谢。所以我必须跟你们说 no。 小英，让我想一下。我非常希望小艺能够给你们 yes，
所以我先给你们一个 yes。 谢谢。小一 yes 还是 no？ 因为坦白说，主唱声音很扁，然后鼓真的也没有跟得很好，但音乐毕竟代表着岁月跟时间的累积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希望听到的是音乐里的情感大于音乐的准确。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说是 no 的，从我情感的角度来说是 yes 的。现在里面两个人在打架。你身上有没有硬币啊？我要说 yes。 谢谢。恭喜你们，你们成功了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已经觉得完成了他。